女生营教生也不错。摩铁员工勒索男老师。去年八月，高雄河堤时尚旅店32岁旅店组长陈俊成发现私校何姓男老师常带女友来开房间，竟趁机偷偷记下男老师地址。12月写信恐吓对方，声称录下性爱光碟。你一大早的性能力还真强，女生营教生也不错。他要被害人汇50万赎回光碟，如果报警就PO网散布。一周后，被害人又接到恐吓信，决定报警。检警在嫌犯家中搜到写上被害人地址的字条，但没发现性爱影像。嫌犯坦承没有光碟，他只是想勒索要钱。检方昨天以诈欺取财未遂罪将他起诉。他案发后已离职。河堤时尚旅店表示，房间都有反针孔装置，绝对不可能被摄入性爱光碟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